对啊，第二讲谁说的？阿伯也得困起来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讲、嗯、你讲伊困起来，伊得讲谁说的？嗯，搁要一歇得困起来，对不对？好喜欢住这里，我可能从小住这里习惯。我觉得这里车子少，路宽广，宽广。回到这里，感觉精神放松很多。天上降了。哎、欸，今天通南街没去啊嘞！我现在才发现到整间都不见了。哎、欸，我们的真的谷仓整间都不见了。便当，我爸等一下回去，你先洗了哈，他在睡觉。下去买个面包。你不吃，我们要吃。